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丹尼。没错，我现在人位于浦东新区的浩美术馆，现在主要是去看空山鸡的展览。那我在大众点评上面买的门票，票价是150块，那一共有三个展。OK， 那我们话不多说，赶紧去看看吧 ，Go Go！看一下另一个设计师的作品啊。
我们去二楼看看吧。
嘿，我出来了，那到底值不值得过来看呢？我自己是觉得还蛮值得的啦，因为毕竟不能出国嘛，不能去日本嘛，难得可以在上海看这个展还是不错的。展览很多纪念品可以买，但是价格不便宜哦。OK， 以上就是本期的视频啦。如果喜欢本期视频，别忘了给我一个大大的点赞哦。那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喽 ，See you。